你咋的？你想打？OK， 没人提醒。其他不重要，顺就好。走进来就要消费，所以通常都不会走进来。对，都一样，就没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说什么。啊，走的太早。我就下车。很多强哥都说我要收棒子的，那些怪怪的。棒子没有啊，这边有个棒子。跟人家那个怪怪的。停顿停好。先拿出这一只啊。对。你停好，抓棒法停下来。就要收棒子回去修理。我上次收的那三只我都还没烧呢。那停顿不要太急。过年的时候再烧。后面的那个持续速度的。我们都猜错了，都不大行。最小的沙锤在把沙锤打好，它才会。